由韩国导演安相勋执导，杨幂、鹿晗、朱亚文领衔主演的青春悬疑电影《我是证人》28日在京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。当天除了一众主创现身活动，圈中好友也纷纷前来捧场助威。近段时间为了影片的宣传，主演杨幂以一天一个城市的频率玩命跑路演。当天发布会现场，连日高强度工作的杨幂以高烧38度却依然带病坚持工作，着实让人敬佩。此次杨幂在剧中饰演了一位盲人，虽说首度出演盲人角色让杨幂倍感压力，但为了演好该角色，杨幂还特地到盲人学校与盲人交流体验生活。我自己前期也做了特别多的功课，包括去盲人学校跟老师盲人的老师交流，然后包括跟盲人朋友相处一段时间，去观察他们的衣食住行。其实我本来是带着一些特别简单的一些生理的那种问题去观察，一上来我只是想说啊，盲人他们的眼珠会动吗？如果他们长时间的这样睁着眼睛，他们的眼睛会流泪吗？这种，那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接触他们，觉得你会完全抛弃掉一开始的一些很幼稚的问题，因为你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，其实给你的感触是非常大、非常多的。除了精神可嘉外，此次杨幂也是演技大爆发。在之前的影片点映中，杨幂的演技得到了众多观众的一致盛赞，该片也被赞是自她出道以来最好的作品。对此杨幂也是感慨良多。最深的感触就是我觉得是在和他们一起成长吧，然后大家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，然后包括大家今天看到证人的时候，我的这个决心想做一个好演员的一个态度，那我很开心可以和那么多的观众朋友一起成长起来，并且他们也热爱我们这个电影。